欢迎来到 HSK 二级标准课程，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八节课的内容。好，首先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标题，来跟我读。让我想想，再告诉你。让我想想，再告诉你。哎，let me think about it, and I'll tell you later。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吧。好的，首先我们来一个 warm up。好，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 words。哎，我们来将图片和词语对应一下。好的，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好，第一个，哎，第一个，你来读一下，你来读。哎，黑，对不对？黑啊，黑，black，黑。我们选择啊，C。好的，非常棒。哎，第二个啊，next one，第二个天气啊，天气，weather，天气。我们选择啊，D 选项。好的，下面下一个，哎。运动，对不对？运动啊，好，非常棒。运动，sports。好，我们选择 A 啊，好，非常棒。好，下面下一个啊，you can see it in the restaurant and hotel。好，服务员啊，服务员。服务员，waiter，好的，我们选择啊，F 选项，哎，好，下面下一个，啊，等，等，对不对？等，哎，wait，啊，我们选择 B 选项，哎，B，好的，啊，最后一个，哎，最后一个，白，对不对？哎。白啊，黑白，white and black，黑白，好，白 white，好，我们选择 E，哎，大家回答的不错，好，下面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try to see the etymology of the following words 啊，我们来说说反义词啊，反义词 etymologies，好，第一个，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下。第一个，哎，第一个大啊，大，对不对？大，大啊，autonomous is 啊，small, right？小啊，大小，对不对？大小，哎，好，非常棒。那么第二个，哎，多啊。多，too many, too much，啊，多啊，那它的反义词是少，哎，好，少，多，少，哎，好，非常棒。下面，快，啊，快，OK，它的反义词是慢，对不对？啊，remember the 啊，rabbit tortoise 啊，好快慢，乌龟赛跑，快慢，哎，好，下面下一个啊，冷，cold，right，冷，autonomy is 啊，hot，热，哎，热，冷，热，好的，非常棒。哎，看下面下一个，上，对不对？up，上，那么它的反义词是 fall，下，对不对？哎，下，上，下，好的，上下，哎，好，下面，哎，刚才我们见过了，黑，哎，白，哎，好，那么我们再来一起读一遍。哎，大小，哎，多，
少，快，慢，哎，冷，啊，热，上，下，哎，黑，白，哎，好的，非常棒。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学习。好，首先是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new words，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新的单词。好，跟我一起来读。哎，第一个，第一个，好，第一个，在啊，在，哎，在，again 啊，once more，再一次啊，one more time，再一次啊，one more time。好，第二个，让啊，让，let。To allow，让啊，我让你吃苹果。I let you to eat an apple。我让你，哎，好。下面啊，告诉，告诉啊，告诉，to tell，告诉，I tell you，blah blah blah，I tell you，blah blah blah，我。告诉你，对不对？哎，告诉，哎，好，非常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课文。哎，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一遍啊。Here is A and B。好，跟我一起来读。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哎，shall we？好吗？哎，好。下面，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啊。今天下午我没有时间，I'm not free this afternoon。明天下午再去吧。哎，再，对不对？明天下午再去吧。哎，好，这里我们有两个语言点。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吗”和这个“在”。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吗”是什么意思啊？哎，这个“在”是什么意思？哎，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哎，在这里，哎，疑问句“好吗”，巴拉巴拉，好吗？好，这里是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哎，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It's used to ask about another person's idea or opinion。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好吗？哎，好吗？好，第一个，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哎，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哎，let's have a dinner, shall we? All right, okay，好，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哎，好，下面你明天下午给我打电话好吗？你明天下午给我打电话好吗？哎，好吗？好，下面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啊，电影 movie，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啊，shall we go to see a movie？啊，shall we go to see a movie afternoon？OK，好，非常棒。哎，那么老师，这里有两个句子啊，two sentences，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好吗？哎，OK，好。哎，老师写在这里，I write here。OK，好。你吃了一个苹果，哎，还想吃第二个，哎，怎么说？啊，怎么说？我们看一下，你吃了一个苹果，还想吃第二个？You have eaten an apple。You wanna have another one?
HSK 啊，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你啊，我还想再吃一个苹果，好吗？哎，我还想再吃一个苹果，好吗？OK，好，非常棒。哎，来看第二个句子。啊，你买了一件，我们之前学过，对不对？红色的衣服，还想再买一件黑色的衣服啊，黑色的，哎，怎么说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说，啊，我还想再买一件黑色的衣服，好吗？哎，对，非常不错，我还想再买一件黑色的衣服，好吗？哎，好，非常棒。啊，那我们学完了，好吗？我们来看第二个 language point。啊，在，哎，老师这里是不是写到了？哎，在，哎，在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在是一个副词，the adverb 在。It indicates the repetition or continuation of an action or a state. It can also indicate that an action will happen under a certain circumstance. 好，我们一起来看，表示一个动作或者哎一种状态，它的重复或者继续repetition or a state. 好，也可用来表示一个动作。将要在某一种情况下出现。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我们就会了。哎，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你再看看这本书吧。啊，你再看看这本书吧。OK，好，you look this book again。好，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吧，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吧。哎，再，you can call me tomorrow again。好，你明天再给我打电话吧。哎，是不是他今天可能没有打电话，对不对？哎，今天没有打电话。好，下面你让我。想想，再告诉你，哎，it's your title, right? OK，你让我想想，再告诉你，OK，好，非常棒，we have practice, OK，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老师，先写在这里，我们等一会儿吧，哎，我们。等一会儿吧，you can change, you can add that into this sentence, okay? We add that into this sentence. 我们等一会儿吧，we wait for a minute, we wait for a while. We add that. 我们再等一会儿吧，对不对？here, 我们。哎，再等一会儿吧。OK，好，非常棒。来看第二个句子。wait for me. OK，here，第二个句子，我想买一本书I wanna buy a book。我想买一本书。OK，好，我想买一本书。We'll re-add that. OK，我想再买一本书，对不对？我想再买一本书。I have one now. I wanna
buy another book, right? OK，好，我想再买一本书。OK，好，那么下面，I write here，妈妈，妈妈让我再多吃一点儿。We learned it, right？米饭，OK，妈妈。I read the answer. OK，好，我们一起来读吧。妈妈让我再多吃一点儿米饭米饭 rice 米饭。妈妈让我再多吃一点儿米饭吧。OK，再，对不对？OK，好，再，好的，我们学习完再，我们回到课文吧。I go back to the text。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你想看什么电影？你想看什么电影？OK，让我想想再告诉你。让我想想再告诉你。OK，好，非常棒。我准备了几个问题。OK，好。I prepare a few questions. Let's answer it. OK，好，我们一起来回答。第一个问题，A 想什么时候去看电影？A 想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啊？A 说，我们下午去看电影好吗？A 想下午 afternoon 去看电影，对不对？好，非常棒。那么，B 想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啊？B 想什么时候去看电影？B 说明天下午再去吧，明天下午再去吧，对不对？好，那么。A 说，A 想，sorry，B 想看什么电影？B 想看什么电影啊？B 说，让我想想再告诉你，让我想想再告诉你，对不对？Let me think about it。OK，好，非常棒，我们学习完了第一个课文，好，我们一起再来看。OK，here，我们一起再来看首先也是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下单词OK，here，第一个绑，right，绑，read，read，绑，OK，好，第二个找，OK，to look for。Look for something，我找东西，对不对？找东西。Look for a book，找本书，对不对？Look for a book，找。OK，好，下面事情，事情，事情，it's a mission，事情，thing，matter，affair。OK，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课文。Here is A and B. OK，跟老师一起来读。外边天气很好，天气 weather。外边天气很好，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我们出去运动运动吧。OK，好。下面你等等我好吗？你等等我好吗？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好，我们看一下这里。I will look here。有这个运动运动。Two words。OK，two same words。
Why? To see more. 哎，记不记得我们上节课啊，last lesson，我们说了一个好好，对不对？啊，好好，好好准备一下，对不对？好，还有这里，等等，哎，also to see more，等等，哎，为什么呀？Why？OK，好，我们呢一起来学一下这个啊，to see more，why there are to see more？OK，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OK，here，啊，动词的重叠啊，reduplication verbs，好，是这里啊，动词的重叠。OK，好，我们一起来学一下。The reduplicative form of a verb indicates a short time, a small quantity。A small quantity, a slight degree, or an attempt. 好，它表示一个短时间、少量、轻微、尝试的意思。那么它的语气比较 casual 啊，比较 casual，比较轻松，好，比较 relax。好，it often used in spoken Chinese. Spoken Chinese, we usually use it. OK，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有两个？Why there are two symbols？OK，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 a，这里还有一个 a，what's meaning？好，我们一起来看。好，跟我一起来读，说，speak，说，好，a，说说。说说，it sounds like 说说，哎，我说说，我说说，说说，OK，好，说一说，说一说，OK，here，说一说，你来说一说，OK，你来说一说，I spoken Chinese, right？你来说一说。OK，好，非常棒。好，我们看下面这个，here，哎，这里，听，listen，听，AA，听听，我听听，我听听，你说一说，我听听。啊，对不对？啊，OK，听一听，还有啊，你来说一说，我来听一听，right？OK，好，你来说一说，我来听一听，OK，好，非常棒。好，下面最后一个，看，对不对？看看，啊，我看看，好，我看看，对不对？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啊，I think it's easy for you. A E A，OK，OK，好，下面啊，这里还有一个双音节动词的重叠形式啊，双音节啊，reductive forms of syllable 啊，words，OK，双音节，双音节。我们来看一下啊，跟我一起，老师来读一下。我们来读一读啊，be read，读一读，read。第一个，学习，学习，learn study，学习，那么是学习学习，啊，学习学习，it sounds like 学习学习，我来学习学习汉语。我来学习学习汉语，对不对？哎，好，下面第二个，准备啊，我们在上节课见过，对不对？We learned it last lesson。准备。OK，好，我准备考试啊，test。我准备考试。对不对？哎，好，非常棒。那么看下面最后一个，
运动啊，运动，sport，运动啊，运动运动，运动运动，对不对？运动运动，OK，好，非常棒啊！我们学习完了这两种，我老师这里有一个 practice，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吧。好，这里，right here，第一个 we chant one word change into two words, okay? Change into the reduplication of the words, okay?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看，change into two words, change into the reduplication of words. 怎么说？看看，对不对？OK，看看，看看，OK，好，非常棒。第二个是，第二个，听，listen，听，OK，change，change。听听，对不对？听听，OK，好，非常棒。听听，好，下面下一个呢？下一个是说，说，change it，说说，对不对？说说，OK，说说，我来说说，对不对？OK，下面。学习，changing，学习，对不对？OK，好，学习，好，下面休息，休息，rest，have a rest，休息，change it，怎么说啊？休息，对不对？对，休息，我们来休息休息吧。我们来休息休息吧。OK，好，下面踢球，我们也见过这个，对不对？踢球怎么来 change？踢踢球，对不对？I so like 踢踢球。我们来踢踢球吧。我们来踢踢球吧。OK，好，非常棒啊。那么下面老师还有一个练习，All right here。我们一起来看啊。工作4个小时了。工作4个小时了。我要怎么样？工作4个小时了。We have worked for 4 hours. So tired, okay? We're right. 我要休息休息，对不对？我要休息休息。好，下面第二个，the last one。不工作的时候，不工作的时候，我喜欢和朋友一起，一起怎么样？好，我们一起来填一下啊。还有一个电影，OK，我们一起来看。不工作的时候，when I don't have any work，我喜欢和朋友一起茶 tea，drink tea，right？多喝茶。我们平时是不是说喝茶？喝茶，对不对？这样。喝茶，那么变成
Reduplication of words. 喝喝茶，对不对？哎，喝喝茶。OK，好。啊，怎么样？电影。哎，我们说看电影，对不对？这里就是看看电影。哎，看看电影。哎，连起来就是，不工作的时候，我喜欢和朋友一起，喝喝茶，看看电影，对不对？OK，好，非常棒。 好，我们学习完了这个reduplication of words. 好，我们回来。哎，这里是，你等等我好吗？哎，duplication，你等等我好吗？王老师让我给大卫打个电话。哎，这里有一个让我。 What's meaning? 让我 ask me.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让是什么意思？让，哎，这里 pivotal sentence, right?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啊，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好，这里，the predicate of the pivotal sentence is made up of two verbal phrases. The object of the first word being the subject of the second. The first word is often a causative word, such as 请, invite, 让, let, and 叫, ask. 间语句的谓语是由两个动词短语组成的。这里两个动词短语组成的，前一个动词的宾语是 第二的动词的主语 ，OK， 好。那么前一个动词常常就是请、让、叫这些词语。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例句啊，我们就明白了它是什么意思。OK， 好，这里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 ，right？ OK， 好，我就是 subject， 你 you 就是objective， 宾语，对不对？好，那么下面你让我再想想，哎，你让我再想想 ，OK， 好，下面最后一个，我叫人去看看。 看看，对不对？我叫人去看看。哎，ask somebody to look for. OK， 好，我们学完了这个请、让、叫，哎，三个。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几个练习。哎，做完练习我们就明白了啊。第一个，妈妈怎么样？我学习。 OK，好，这里妈妈怎么了？我学习汉语啊，哎，妈妈让我学习汉语，对不对？哎，妈妈让我，哎，让我，OK， 好，非常棒。好，下面呢还有一个句子，我想看怎么样？ 同学们吃饭，好的 dinner， 我想怎么样？同学们吃饭，我想请同学们，对不对？哎，我请同学们吃饭。OK， 好，下面最后一个练习，老师，哎，怎么样？同学。 们做作业呀？哎，老师怎么样？同学们做作业呢？哎，老师叫同学们做作业，对不对？哎，ask you to do some homework. OK， 好，非常棒。我们学完了这个 pivotal sentence. 好，那么下面呢？ 我们回到课文中 ，go back to the test.
好，这里我们一起来继续来读啊，跟老师继续来读。好，第一个，哎，我们一起继续回来读。回来再打吧。I'll call him after we come back. 回来再打吧。找大卫有什么事情吗？啊，找大卫有什么事情吗 ？OK， 好，非常棒。听说大卫病了。哎，病，生病，记不记得吃药 ？OK， 好。听说大卫病了，我想找时间去看看他。哎，看看 ，right？ 我想找时间去看看他。OK， 好，非常棒。我们读完了课文啊、I prepared some of the questions. OK， let's ask it. Let's answer it. 好，第一个，他们想做什么？啊，他们想做什么 ？OK, here. 他们想出去啊，运动运动，对不对 ？OK, 好，他们想出去啊，运动运动。OK, 好，非常棒。第二个问题，王老师让 B 做了什么？啊，王老师 here 让 B。做什么？啊，王老师让 B 是不是给大卫打个电话呀？哎，王老师让大卫啊，王老师让 B 给大卫打个电话，对不对 ？OK， 好，非常棒。那大卫怎么了？啊，大卫怎么了？啊 ，B 说。大卫病了，对不对 ？OK， 大卫病了。OK， 好，下一面我们继续来学习下一个课文。At the front desk of hotel。OK， 好，哎，这里我们也是先来学习一下新的单词。好，第一个，哎，服务员啊，服务员。OK， 好 ，waiter， right。服务员，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啊。好 ，Here is A and B。哎，服务员，我房间的门啊，门记不记得 ？Door 门，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I can't open my door。啊，我房间的门打不开了。您住哪个房间？您住哪个房间？317，哎，317 number， 317。好的，我叫人去看看。I've sent someone to have a check。我叫人去看看。OK， 好，非常棒。哎，我们继续来看。好 ，here。好，我们也是来读一下这个单词。第一个。白，哈，白 ，what， 白 ，OK， 黑 ，is a darkness， right， 黑 ，OK， 好，贵啊 ，expensive， 贵 ，it's too expensive， right， 太贵了，哎，太贵了，好，我们老师带着一起来读一下课文啊 ，Here is A and B，OK，、okay, 好，你看看。这几件衣服怎么样？哎，你看看这几件衣服怎么样？衣服 clothes， OK， 这件白的，有点儿，对不对？哎，我们学过有点儿。这件白的有点长，那件黑的有点贵啊，有点贵。好，这件。红的呢？啊，这件红的呢 ？What about this red one？ 这是今天新来的。And this one has just got here today。这是今天新来的。好 ，B 说，让我再看看。哎，让我再看看。OK， 好，非常棒。哎，我们学习完了这几篇课文。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课文中的内容啊。
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课文中的内容。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哎，下面他们为什么今天下午不去看电影？那他们为什么今天下午不去看电影？ OK， 今天下午，哎，今天下午他没有时间。It's not free。今天下午他没有时间。OK， 好，下面王老师为什么让他给大卫打电话？王老师为什么让他给大卫打电话？听说大卫病了，对不对？啊，听说大卫病了。Okay, next question. 大卫怎么了？ Okay, same question, right?大卫怎么了？啊，大，我们一起来回答。大卫啊，病了，对不对 ？OK， 大卫啊，病了，生病了。It's real. OK， 好。OK， 下面下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去找服务员？哎，他为什么去找？服务员，好，他的门打不开了，对不对？打不开了，他的门 door 打不开了。OK， 好，下面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件黑的？他为什么不喜欢那件黑的？那件黑的有点贵，是不是？哎，那件黑的有点贵。OK， 好，非常棒啊！我们下面一起，最后我们来啊，填充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词汇。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些什么。好，第一个，妈妈，我们一起，哎，怎么样？哎。This boy and his mom. 看看书，对不对 ？OK， 好，我们一起看看书啊，好吗 ？OK， 好吗 ，shall we？ 我们一起看看书，好吗 ？OK， 非常棒。下面再见，我明天再啊，再怎么样看看你，对不对？OK, happy, she's here. OK, 再见，我明天再看看你。OK, 好，非常棒。好，下面老啊、this boy. OK, 老师让我再啊 think 想一想，对不对？老师让我再想一想啊，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我们也可以说老师让我再。啊，想想 ，OK， 小手对，老师让我再想想 ，OK， 下面最后一个，老师叫同学们啊，怎么样 ？Study，OK，、okay, 学习学习，对不对 ？OK， 好，非常棒，老师叫同学们学习学习 ，OK， 好，我们学习完了课文和单词。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 pronunciation。好的，the intonation of the collective sentence。啊，我们上节课见过，对不对？陈述句语调是一个 falling， 啊 ，falling。好 ，the collaborative sentence in Chinese usually have a falling intonation。好，我们一起来再看一下例句啊。我学习汉语，哎。我学习汉语 ，It's not reading, right? OK， 好，我学习汉语 ，I study Chinese。好，下面他是我的老师，哎，他是我的老师 ，He's my teacher。他是我的
老师 is also following. OK，好。下面最后一个，外边的天气很好。It's not 外面的天气很好。Alright，it's not it. It's not it. 外面的天气很好。OK，好，非常棒。哎，我们继续来学习啊，characters。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 characters 今天。好，第一个 here 啊，右字旁。The red cup of yolk can have a variety of meanings, a variety of meanings, very many meanings.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字啊，much make it bigger. OK，好，第一个字，欢，哎，欢，merry, happy. OK，欢乐，哎，happy，欢乐。好的，欢，are this red cup? 又，对不对？OK，here，又，哎，好，非常棒。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 characters。OK，here，第二个是对，哎，对，right，啊，correct，对，对，对，there's right，left，here，又。哟，对不对？哎，老师是不是经常说对不对？Is right，对不对？OK，好，非常棒。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吧。哎，金啊，金啊，这个地方，金，哎，金，金。The right for 金 is usually related to cotton 啊，棉布 or silk products。OK。金啊，is related to cotton or silk。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跟金有关的啊，example characters。OK，here，第一个啊，I write here，帮啊，help，哎，帮，哎，帮忙，help，I help you，我帮你，对不对？I help you to learn Chinese，我。帮你学汉语，对不对？哎，我帮你学汉语。OK，帮，where's the red cup？啊，here，on the bottom。啊，帮，OK，好，非常棒，帮忙，对不对？Help。好，下面最后一个，哎，最后一个是什么？OK，here，帽，啊，帽。帽，哎，帽子，hat，帽，hat，cap，帽子，对不对？哎，帽子，is silk or cotton，all right？OK，好，帽，哎，here，帽，哎，OK，is actually，OK，帽子，对不对？哎，帽子，好，哎，我们现在学习完了今天的内容。啊，最后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吧。哎，第一个是这个巴拉巴拉好吗？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Let's see a movie, shall we？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吗？哎，好吗？OK，好，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个。好，第二个就是在啊，the adverb 在，哎，表示一种。continuation or state，你再看看这本书吧，哎，你再看看这本书吧。好，在，好的，好，下面就是这个我请你吃饭，哎，请我叫你做作业，I ask you to do the homework，我叫你，哎，我让你怎么怎么样，哎，我让你巴拉巴拉，对不对？OK，这个。间语句，好，那么下面就是啊，重叠 AA，记不记得？看看，听听，哎，说说啊，学习学习啊，休息休息。OK，好，下面非常棒啊。好，我们最后呢还学习了这个 pronunciation 啊，我们上节课有学习过，就是这个降，哎，falling，我学习汉语，他是我的老师，is not raising。Right? OK，好，非常棒。
下面就是这个啊，your reticle 和这个金帽子，right hand is silk maybe。OK，好，非常棒。哎，那么我们学习完了今天的内容啊，下面一定要复习我们之前学过的和我们今天学习的。好，下次课我们再见吧。哎，再见，拜拜。